太不可思议了。老者这几天真的是带着未来老婆到处串门，心思美的让他连着开心了好几天。这不，又领着心仪的对象来找阿祖法聊天了，还找借口说帮助阿祖法装修房子，故意待在这里，让阿祖法再帮老者把把关。可是人家阿萨尔明显感觉到很不自在，或许是大家还没熟悉，又或许是觉得老者老是带他走来走去见朋友的行为过于仓促。八字还没一撇就赶鸭子上架，就差去见家长了。欢迎收看阿吴的解说，我们接着上期视频继续往下讲。哥哥佩伦刚到没多久，老者也跟了上来，还带着他的心仪对象阿萨尔。阿祖法热心地邀请他坐下来一起聊天，老者想着让阿祖法和佩伦再把把关，看看这门婚事的机会大不大。阿萨尔对阿祖法的家庭也抱有很大的兴趣，觉得阿祖法和康特分手非常的可惜。昨天老者也带阿萨尔去拜见了康特，觉得他为人很不错，只可惜他有一个蛮不讲理的母亲，不仅骚扰你，还骚扰老者，殴打老者。阿祖法说道，是的，他的母亲对我意见很大，老师也是因为经常帮助我才受到牵连。阿萨尔略带关心地询问阿祖法，如果康特把房子建好了，你会继续跟他一起生活吗？阿祖法回答得很坚定，他说道，我不会和康特一起生活的，因为他的妈妈和妹妹肯定会过来找他麻烦，这是100%的事情，绝对会来找我们麻烦的。阿吴最近听到不少粉丝抱怨，说孩子们忙得顾不上家，导致自己营养不足，骨骼缺钙，精力不佳。为了大家的健康，阿吴今天推荐一款贴心好物，牛初乳营养粉。这款牛初乳粉专为中老年人设计，手脚没力，肠胃不好，三高困扰的朋友，每天来一杯，轻松补充营养。奶源来自新西兰，天然香醇，粉质细腻，不含乳糖，也无多余添加，老人小孩都能放心饮用。富含乳铁蛋白、免疫球蛋白，增强体质，改善免疫力。现在特惠只需99元就能到手3大桶，超值划算。阿吴保证正品并贴心服务，喜欢的粉丝赶紧去橱窗下单，别错过哦。姐姐阿姨们，您到哪买都是买，在阿吴这里可以保证正品，阿吴给你们做服务真的很不错。殊不知康特的妈妈今天早上就已经去找康特的麻烦了，这一点阿祖法现在真的太有先见之明了。因为康特如果不把他妈妈抹除或者送去监狱，那么康特和阿祖法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。之前康特还死活要带走阿祖法，阿祖法坚持不去，哥哥坚持反对，现在看来真的是明智的选择。还有很多起哄的粉丝说阿祖法没良心，不跟康特在一起，还骂阿祖法是冷酷无情的人。请这些粉丝们认认真真反省一下你们的话，你们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会骂人？如果阿祖法真的听了你们的话，估计今天又没好果子吃了。阿萨尔坐在院子边叹了口气，今天又碰到康特的妈妈了，他真是够厉害的，居然还动手打人。阿祖尔赶紧走过来担忧地问，你怀着孕呢，没被他打到吧？阿萨尔摆摆手苦笑着说，没有，他没碰到我。不过他还问了个怪问题，说康特房子修好了，你会不会搬去住？阿祖尔不屑地撇嘴，我才不会去，要是我去了，到时候麻烦不就落到我头上了吗？阿萨尔没有接话，只是默默点了点头。他知道有些事不好插嘴，毕竟每个家庭都有说不尽的难处。阿吴橱窗有营养粉，有营养粉，有营养粉，还有全是99块、29块、28块、9.9块的活动商品，快去看看吧。